苗姐，送你一个小黄人礼盒。哇，好大一个蛋！嘿啊，继续开，有惊喜。啊，还有一个蛋！哇啊！欢迎来到小黄人蛋做泥大 PK。看到桌面上这12个小黄人蛋了吗？导演早已为我们准备的做泥材料，里面装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。这回全凭运气，最后看谁做出来的泥更仙气。输的人要在纸腰板上青蛙跳。小凯，你觉得我们谁会赢呢？我赢的扣一，我赢的扣二。今天这么多人看，谁会猜对呢？现在开整，第一轮石头剪刀布，哟，就你了。哦，哎，纸条。垃圾桶学牛叫，有惊喜！一来就牛了！嗯嗯，哇，真的有牛！里面会有什么呢？哇，牛头胶，我赚大发了！你走什么狗屎运？看我的生来之手，哈，又是纸条！肯定不会是，不会是好东西！猜表情，得意物。咱们一起来猜，得力胶水，答案正确。耶耶耶耶耶耶，做泥必备威尔胶水，和我的牛头胶差太远了。你管得着，反正我也有胶水，能做泥了。第二轮，黄金右手，哦，好重哦，嘿，哇哦，挤压球，这回该我了。One two three four five， 来这个。我哎，好响，有声音哦！哎，真的是啊，反粉，哇，紫色的反粉好美耶！第三轮，你这边会不会是？这个信我，信你个鬼！好，哦，哇 ，bling bling 的亮片的，绿色的，这回当然要来个仙气满满的。信我，信自己，嗯，沙，不可能，沙没那么轻。嘿，哇！好漂亮的泡沫球！第四轮就你了。哦，纸条。吼吼吼！牙膏涂眉毛得 TOA 胶。哇，这么好的胶水！哇，全都是进口胶水哦。这是什么？待会我的更漂亮，喵喵！像个老婆婆。喂！我的 TOA 胶呢？哇 ，TOA， 我两个胶水咯，反正我用胶水就可以了。感应一下，这个哇，哦，好重耶，一定是个好宝贝。嘿，哇，金沙，有的吃，这么好。这个是爆浆球，来一个金沙爆浆球，哈，嘿，油纸条。给对方100元，我还以为有个吃，这回亏大了。哦，我有100块钱了。第五轮，哦，这边，哦，哇，哦，有吃的竟然，雪莉瓷棉花糖，还有一张纸条，吃棉花糖得糖纸，这个不是收一喜吗？里面怎么会有积木啊？太呛了！这个不是收一喜吗？该我啦，我就这个。哦，你也太恶心了吧！你的蟑螂大宝贝送你，不要，谢谢。最后一轮，要不我帮你选，你帮我选。那你给我，那这个就我了。一、二、三。我就不应该给你，还有一个小黄人，你臭屁包得刮胡泡，那100块是我的，是我的，又是小高你臭屁包的时间，好臭啊！虽然不
是牛头胶，得力胶水也很不错哦，还有这么漂亮的泡沫球跟散粉，可以治蟑螂，赚你了！胶水尽情的霍霍，散粉走起，彩虹泡沫球来一波，成型大法，蟑螂还有小黄人他来喽！淡淡的浅紫色加上七彩泡沫球，完美。拉个清凉瀑布解解压，卷朵小花花送给点赞的小可爱。我做的仙气梨美吧？呀奔奔啦！看我的，这是朕为你们打下的江山，红红绿绿的，不知道最后做出来的梨会是什么样。粉粉的牛头胶太美了，还自带 bling bling 的效果。TOA 白胶来喽，很浓稠，果然是好胶水，解压小红胶，好爆它，爆得过瘾。绿色的小星星走起，还有迷人的糖纸，这刮胡泡来得太不容易了，刮胡泡大兄弟该你上了，成型大法，很像肥猪肉，来打个屁屁，拉伸性超好，拉个网格花，放个噼里啪啦小鞭炮，炸炮声特别响，软软绵绵的手感很 nice。 我的泥漂亮，我的泥更漂亮，这样很难分高下哦，小可爱在评论区告诉我谁的泥更漂亮。喵 yes。